高雄灯会艺术节16日晚间在光荣码头登场，长达6分钟的环港高空烟火搭配气势磅礴的配乐，声光效果十足，让民众大为惊艳。神武迎新春，高雄爱幸福。倒数声中，镭射光球闪动，6分钟环港烟火在空中绽放，绚烂夺目，民众看得目不转睛。高雄最棒了，因为高雄的烟火这边还蛮盛大的。对，烟火过后，现场元宵节小提灯闪闪发亮，这是稍早观光局赠送民众的蛇年 LED 灯，它的背部可以转动，类似万花筒的设计，造型新颖，还不错。那它那个万花筒很特别，不错啊，它这边很特别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全台唯一环港高空烟火秀，每天晚上9点在光荣码头释放，持续到24日闭幕。喜欢看烟火、赏花灯的民众可要把握机会。新唐亚太电视叶大为、林宏观，台湾高雄报道。